十年，春风吹来寒溜溜的人，在台湾总部南投县的实习镇，传来一对少父子讲出来的好消息。新生命的诞生太加轻松，不过少父子现在做的平安状态，记得未来的命运又会用办行呢。实习一个因为旧年以太体镇闻名全台的小镇，在镇上的铁油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在台湾铁油野生动植物调查研究保育老教育的专职机构，一般人按其做铁生中心。铁生中心有一个野生动物急救站，也是目前国内最大的台湾社会救伤使用中心。今年1946年，日本的动物学者鹿野忠雄调查发现，沙虎原来是台湾浅山地区普遍分布的物种，但是70年后的近半年，沙虎煞变成为7种的保育类动物。目前只有研究人员在中台湾的苗栗、台中、老南投、丘埔地区，利用红外线磁通照相机，才有机会来摄到沙虎野外发痛的身影。2007年，在南投有一对少妇两兄妹，一名农民整体在本民众发现，马上本人送到铁生中心的野生动物急救站，使得台湾少妇的研究出现很好的机会。研究人员将两对少妇两兄妹安名的按作小公老小母。师傅从小养大，要让他回到野外，需要一连串很复杂的训练过程，在目前我们国内也没有这样子的经验。所以小公小母在我们的规划里面，我们希望他们两只可以扮演未来石虎富裕还有圈养繁殖研究的重要的一个使命。小公老小母在研究人员细心的照顾之下已经平安状态。当年因为肠胃不好差一些的无命的小公，立下是一只三个亲将身体动杂的公杀父。研究人员也中一条新的盘，其是来自南投国乡本甲的甲上的马的杀父阿香。批对以前，就用人员详细的老小公老阿香两所房间布置新房。每在各个角落，用自动照相机来记录几条合拢的情形。小公老阿香也记得研究人员的心意，记得亲家的就点入爱河。在台湾，石虎的相关研究很少，我们针对圈养的个体进行配对测试，其中小公猫和阿信的一个互动十分良好，而且有交配的行为。在2013年3月1日，阿信成功顺利的生下了吉利跟吉宝两只小石。吉利老细胞长出世界下，大部分的时间都空等。两个世界记得项目办法出去潜东西时，而是阿妹的人。因为沙虎会有阿妹来负责照顾下一胎，所以阿香还会利用吉利细胞衰弱的时间来出去潜东西时，来补充营养。大约2礼拜以后，十里老细胞母猪长拔开来，看到阿妹，然后两个发发溜溜的世界。今每日是十里老细胞满月的日子，研究人员只无见单个等阿香离开几个岛，结结把握时间入去龙的地图，
然后设立细胞做体外的健康检查。经过照养人员的测量，设立老细胞体约有500公克，健康情况也一好，甚至已经开始为白嘴健康出生来学习不舒适的人。这个时节才弄的那一条急救站的工作人员正在上忙的来进行新弄的监制工作。大家向下将一条太鼠的搬到推车档，太鼠的摇来摇去，运到旱地的溪的沙湖弄的。买不到，买不到，好看。为了提高水草湖未来养蜂的成功率，研究人员想办法来溪的老野外当上场的环境，希望以后做一本沙湖阿美阿香，才两位搞湿地湿布来抵得野外生活。学习潜动知识，然后其他的生存方法。有个人也太个湿地到湿布。唔但枪在体重悄悄的无强用，连性格也无强用。落梅细胞总是点点的空等，阿哥湿地就见停通，正好听得阿妹慢奈的走来走去。甚至为了阿妹来冲动时说没动太力，有时连体型比起汉娜太的阿香没堵不掉。今天金太上的三妹，南昌表示热天已经到位，同时也是西沙湖爱晒龙的时节没到位。龙的大开来，阿香老师傅两兄妹夹夹走出来，开始记录亚风训练阶段的新生法。赛到新龙的以后，照养人员开始提供翻译，希望加点阿香猎捕的过程，教西沙虎打猎的方法。接下来建议呢，是你利用其天生的本能，捞从阿妹这片后来的打猎方法，差不多当日都双眼猎杀手。无论是兔的、老鼠、鹰的、捕鼠鼠，还是野鸽的，伊都做得到。公的通常来说，它都会比较积极，比较勇于去尝试一些新的事物。例如像我们在喂食后，通常第一个看到会出来捕食的都是吉利。所以像以十五来说，他们公的个体在亚成的时候，就必须赶快出去拓展他们自己的领域。随着湿地打猎打得越来越好，讨论西沙湖亚风的专家会议也召开了。透过老专家学者讨论、老交流，本研究人员对到西沙湖未来亚风以后的对种研究、老好业评估，有了很那明确的方向。除了向国内专家学者请教以外，研究人员还特别去日本来拜访研究西北三庙32年的云车雅子教授，老已经有19年调查经验的钟世喜博士，来实地了解当地的研究现况，老具体改善措施。希望未来能够将西北岛的成功经验运用到台湾沙湖的亚风对种，然后保育推广。到
到西表岛其实让我们非常的讶异，到处充满了西表山猫的影子。岛上的居民也都非常的认同山猫的保育工作，因为他们获得相对的好处，包括生态旅游以及文创品的制作和贩售。所以像我这一去也带了满行囊的西表山猫回来。所以我们觉得台湾或许可以仿照西表山猫的模式进行未来石虎保育的推展工作。进到台湾以后，研究人员马上召开西沙府夜风说明会，希望能够老七十正面来提升共识，推动西沙府未来的夜风计划。应该必然点的时候，哦，今今下来好歹味未有，我直接看，照样。咱捌听过吼，有当时啊会走入街条吼，假设讲这石虎，若要伫咱这个所在来保育，甚至要来予伊繁殖，啊要来野放吼，啊应该伫个地方会造成真大个啊一个真大个反对个声浪。为了排除正面个考虑，研究人员开始进行沙虎对到吸收天气溶解虫个危害调查，希望能够透过预防、老捕虫两种方法。来减少沙虎老结农的冲突。另外，研究人员还希望国立考核博物馆人员来听书，而来解剖本彩创始的沙虎，看看几条在野外多大和食到哪条东西。尾巴。我们最关注的这个胃内含物到底是什么？一打开，其实我们还蛮意外的，从它的牙齿还有骨骼等等，发现有至少三只老鼠。借由这样的机会，也是可以跟大家说，其实石虎它每天可能需要的老鼠量是很大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保护这样子的物种，对于我们的环境健康也是有帮助的。研究人员老急救站的工作人员将沙虎的基础研究资料利用精彩神奇的教研线头老创意发通，天天地将沙虎保育的观念传达本实施证明。经过我们跟地面的沟通了解情形，才知道石虎这个东西对我们台地的生态都可以做这种保护，所以我赞同说这个东西石虎会对我们一直保育甚至来压防，希望说可以一次看到石虎的时候一直田金子草写拍的花的将鬼片出水海的河床染色的秋天已经点点的来到西西小镇。证明同意沙虎在西西夜访，对到研究人员来讲是青苔的鼓励，但是在夜访以前，西立西部还要好好一件事情怎么做的。研究人员特别为佮了进行屠杀老野狗的训练，希望西沙虎未来在野外遇到狗的，也是屠杀的时节，有老百的经验做得应付。吉利跟吉宝如果预定在自己野放，其实他们在野外遇到狗的机会还蛮大的，所以我们想说趁着妈妈在野外也生存过，就请同事带着狗进去，让他们知道这个动物，也许出去他们单独面对的时候不会这么害怕。经过几位老屠杀的训练以后，研究人员决定先把猎食能力较好、性格好、挺同的系列来进行野放。研究人员为了实力来做基本的健康检查，同时进行出血、脑疾病的检查，也为了实力来标镜片，来特定发布器。特定发布器的实力，用到有幽不隆的适应农业。在这个土地的空间，研究人员除了做的精确的计算、实力的布施的以外，也希望用实力地的假使讲在野外适应不良，也是吃不到东西的时节，随时都做的转不卡。
最后是你牙缝给你的多诶。研究人员系期待老唔盼得嘅心情，打开笼嘅大门。太阳一点钟以后，蜥蜴将点点嘅行出来，在无天火嘅暗部头唔见睇咧。夜风以后，队长设立的无线天信号变成研究团队当日最重要的任务。记得要从早到暗，每一点钟停位一摆，来确定设立的所在地。持续两礼拜，你也没停的对中天位，研究人员发现蜥蜴已经悄悄地离开原来夜风的区域。不少记得隔天利用多处测声机，将无线天接收器载到空中，来结结体型体位的隔离，来控制对中蜥蜴的发动范围。不过，原来稳定对中多的信号，在蜥蜴夜访以后第23日才不见脱的。其实从上礼拜五开始啊，吉利就离开了我们掌握很好的位置。经过一些推测，就是觉得是吉利可能就在高压电塔附近活动，所以我们完全都没有办法收到它目前的确切位置。蜥蜴无线天信号的消息，除了可能是附近高压电塔的影响以外，研究人员还担心的是猎捕也是查获猎到人为的原因。不过研究团队不愿意放弃，记得从蜥蜴夜访的位置来持续控制对中范围。没有想到它很快的就会离开我们的搜索范围，所以就会很担心说，哎，它是有遭到什么意外，或者是什么样的状况可能让我们找不到它？这是我们比较觉得，比较担心的。不幸的消息传来，蜥蜴南河堰附近民众发现有一只被查的闯蜥的生物。研究人员急急去看。发现这只死亡的生物并无凶器，据说不是蜥蜴，但是从最近引来引导的查获事件，就得看出鹿虱绝对是生物生存的常态威胁。蜥蜴最佳的夜访时间蛮多的，面对到鹿虱，老蜥蜴队长信号的消息。研究人员倾向爱将蜥蜴的夜访时间延后，甚至取消。但是，假使收到生物的研究资料，未来会很难提出有效的生物保育政策。故说最后研究人员决定，一切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不过，就在蜥蜴夜访的第8日，研究人员从野外的磁通照相机发现到蜥蜴有黑臭，左前脚甚至脚白白。研究人员当时蜥蜴的安全，急急通言大家，将其捉起来，带作去急救站。蜥蜴不但像左前脚挫伤，
食物还有一个明显的损耗。经过 DNA 鉴定，发现是本人一只杀夫所咬到。多大给做满个位咬伤细胞？是不是真多大还还等给多只杀夫呢？众多的难题老真相，还要等研究人员去寻答案。在急救站处于的细心照顾之下，细胞渐渐的恢复。经过研究人员多方考虑之后，决定将细胞送到台北市立动物医院来担任前三胎时，利用给老阿妹阿香、老阿哥设立的故事，本汉娜当然来认识杀父、完成杀父。提升中心经过多年的杀父反测、老亚父研究。结果虽然不是像原来所想的用细胞顺利回归自然，但是善用恩义对到杀父生存的问题有了很大深刻的了解。其他未来有很大多年坐在参加也是支持杀父的相关保育法通，用杀父在两地土地生存下去。对到心里的信号虽然不简单了，但是你都希望只是他的发布是天理不拉，也是风险绿色停停。没听错，这个世界他正在山那的那一片，可能山脚下的休息镇来回想起了细胞童年的美好时光。